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COVID Command Center Weekly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Media Roundtable. Today is Thursday, July 1st. So this is being recorded and we'll upload this to the SFGOT YouTube channel later 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support from SFGOT TV and also the support from our media team. Now I'm going to switch to Cantonese. 各位中文傳媒的朋友，各位新聞線的民眾，大家好。今日係7月1號啦，咁好高興大家又參與我哋每個禮拜一次嘅中 中文原桌会议啦，咁今日嘅会议咧系会录影，过后系会上传到 SFGOT 嘅 YouTube 频道，供其他民众收看嘅。我系疫情指挥中心嘅吴毅，今日同我一齐嘅，仲有我嘅同事梁丽娜啦，同埋我哋一位新加盟嘅同事啦，沈洛宾系嘛，沈洛宾啦，仲有我哋嘅应急管理局林伟浩专员，仲有当然啦，我哋嘅驻港白嘉宾白国明医生嘅。咁喺今日一开头嘅 由咧，我就想首先講下我哋疫情指揮中心嘅一啲近況啦。咁眾所周知咧，我哋自從疫情開始咧，我哋係搬到咗 Moscone Center 呢個展館咧，係作為我哋疫情指揮中心嘅總部啦。咁喺尋晚6月30號咧，我哋係正式咁搬嚟咗 Moscone Center。 咁唔代表我哋疫情指揮嘅工作就完結啦。咁大家可以見到今日咧，我哋係翻到咗自己各自嘅部門啦。好似我而家所在，我翻到咗三藩市市長辦公室啦。而林偉浩啊，翻到三藩市應急管理局啦。跟住頭先未記得提嘅袁美冰喺我哋衛生局嘅發言人咧，亦都係翻到咗衛生局啦。但係我哋亦都會繼續堅持去做呢個疫情嘅指揮工作嘅。我哋知道 三藩市喺疫情抗疫期間咧，係取得咗好好嘅成績啦，但唔代表咧我哋就要停低步伐嘅喎。相反咧，我哋會更加努力咁去令到剩低嗰10幾20%嘅人咧， 可以盡快接種疫苗，令到三藩市成為一個更加安全嘅城市嘅。咁喺所有市府同仁嘅努力之下咧，同埋社區機構嘅合作咧，直至今日為止咧，三藩市嘅疫苗接種率咧已經係達到74%㗎。 呢個係指所有嘅人口，如果我哋睇12歲以上合乎接種資格嘅咧，係已經達到81% 噶啦。咁我相信白醫生一陣間咧就會詳細咁講呢啲關於數字啦。我淨係想喺度講一句就話，尋日市長布里德同埋我哋嘅應急管理局局長梅愛欣同埋我哋嘅衛生局局長 Dr. Koufax 咧，係對我哋所有三藩市嘅員工 及所有三藩市嘅市民喺今次疫情做出嘅貢獻，亦都希望我哋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咧，係可以繼續努力，係令到我哋三藩市疫苗接種率可以更加高嘅。咁講到我哋亞裔嘅工作咧，我哋呢一個中文原桌會議咧係會繼續進行嘅，所以喺跟住落嚟嘅每個禮拜咧，我哋仲會繼續我哋嘅中文原桌會議啦。而且咧，我哋每個人除咗顧自己部門嘅工作 之外咧，仲會繼續去幫所有嘅呢啲關於測試啊，同埋關於疫苗接種嘅一啲活動嘅。咁大家亦都知道啦，大家好熟悉嘅，陳家林主任啦，佢最近已經係由三藩市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啦，已經轉調咗去三藩市地檢署啦。但係佢依然亦都會幫我哋就華埠測試站嘅檢測繼續去付出努力嘅。咁今日咧，我想用少少時間咧介紹兩位我哋喺疫情指揮中心嘅 亞太裔嘅外展專員啦，咁有一位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梁麗娜啦，梁麗娜可以同大家打個招呼，咁亦都係或者好簡單咁介紹下自己，咁另外一位咧就頭先我哋頭先啱啱介紹嘅就 Ben 啦，阿 Ben 咧佢係參與我哋工作咧已經有成年嘅時間啦，佢平時咧係主要係做我哋亞太裔嘅外展工作啦，咁佢亦都會正式加盟我哋亞太裔小組咧，去繼續去同 社區機構合作，去令到我哋嘅測試啊，我哋嘅疫苗接種啊，取得更大嘅效果，亦都係更好咁聽到社區嘅聲音咧，令到市府可以做到更好嘅決定，去幫助社區嘅。咁我而家俾時間兩位去簡單介紹下自己，等你啦。好。 各位好啦，咁相信大家，我同大家相信咧，相對嚟講比較熟悉嘅。咁成個疫情嘅期間咧，咁阿梁麗娜。 你重新講多次，頭先你已經mute咗。啊，我冇mute到，好嘅，咁大家好啦，我係梁麗娜 Crystal 啦，咁喺呢個成個疫情嘅期間咧，咁我同大家都算係比較熟悉啦，因為之前同大家做嘅工作係一樣嘅類似嘅，咁我希望喺跟住嘅日子，其實我哋仲未真真正正咁樣踏出呢一個疫情，咁希望喺跟住嘅日子咧，同大家繼續合作喺唔同嘅方面。
令到我哋成個三藩市嘅疫苗接種率可以更加高啦，同埋真真正正走出呢個疫情嘅。OK，Ben。Hey， 大家好，我叫阿 Ben 啦，咁我中文名咧系叫岑乐斌嘅，咁咧我啊喺呢个选务处入嚟啦，咁因为疫情嘅原因咧，咁我就嚟咗呢个疫情嘅指挥中心啦，咁大概咧就做咗一年零两个月咁嘅时间嘅，咁咧平时嘅工作咧就主要系做一啲关于外展做啊，话俾大家听一啲health order 之类嘅，即系一啲健康卫生指令咁样嘅。咁接下嚟嘅日子咧，就會跟阿 Kelvin 啦，會做更多嘅關於亞太裔社區嘅工作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多啲關懷咁樣。Thank you。唔該曬兩位，我介紹兩位嘅一個原因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咧，我哋三藩市非常重視我哋華人嘅傳統文化，亦都知道我哋華人社區喺呢個疫情期間得到最新最快同埋喺自己語言嘅資訊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是不單止在這個時間沒有減少人手，而且會是將 Ben 繼續調派過來去幫助我們做好更多的外展工作的。好了，現在我就將時間交給我們的主講嘉賓白國明醫生講下我們最新最快的疫情資訊先。麻煩你白醫生。好，大家好，又可以一次跟大家見面了，很開心。我可以繼續跟大家報告一下最新那個新冠病毒嗰個疫情嗰個數字啦，都繼續係唔錯嘅。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喺網上見到啦。平均我哋每日嗰個個案咧係大約係十二宗到，同上個禮拜差唔多啦。而嗰個住院人數咧就係十六個嘅，咁啊希望佢哋會早啲康復而可以出院啦。咁就講到深切治療或者緊急護理嘅牀位，如果喺醫院裏頭咧，繼續咧係完全可以應付到如果萬一有啲咩改變的話咧，尤其是因為我都上個禮拜講過啦，就兩個禮拜之大約兩個禮拜之前啦，我哋開始將嗰、那個口罩嗰、那個令咧係改咗，話而家因為咁多人已經打咗疫苗咧，就未必一定話咁一定要戴住個口罩啦。咁其實咧，醫務人員同埋市政咧，一路好注意住嗰啲數字，睇下會唔會有回升嘅跡象。咁我好開心同大家講咧，現時嚟講，今日而今咧，都仲未有嗰個回升嘅跡象。咁但係當然我哋會繼續留意住嘅。咁好啦，講轉去我哋接種疫苗嗰啲數字啦。咁啊頭先吳專員都已經講咗，如果係講曬整個三藩市嘅市民嚟到講，係已經超過74%嘅人已經打咗第一劑嘅疫苗。如果係話全部話打曬兩劑的話咧，係去到67%嘅。好啦，十二歲以上咧啲數字更加好，就十二歲以上嘅市民咧就係超過八成已經打過第一針，而打咗兩針的話咧，亦都係去到74%。如果講到話65歲以上咧，就更加好啦。65歲以上嘅長者打咗第一針嘅已經去到90%以上，而打曬兩針，希望佢哋有曬所有嘅免疫力的話咧，完全有個免疫力咧係達到80%以上嘅，咁係一個十分好嘅數字。好啦，咁啊講翻我哋續藥嘅問題啦。續藥嚟到講咧，如果係根據所有三藩市市民同埋佢哋所有年齡嚟到講咧，我哋亞裔始終都仲係領先，就係77%。之後咧，跟住咧就係拉美裔70%，同埋白人咧就係65%。喺65歲以上咧，我哋亞裔更繼續係領先，去到89%。所有我而家講嘅數字咧，就係起碼打咗第一針嘅。咁啊，跟住咧就係白人咧係打去到82%，而拉美裔咧係80%嘅，咁亦都係十分好嘅成績。好啦，咁又講到我哋不同嘅社區接種嘅率啦。總括嚟到講咧，就我哋喺唐人街咧，華埠嚟到講咧，係達到77%嘅人咧係已經打咗第一針。但係如果Crystal， 如果你唔計都係俾嗰個我可以 share screen 的話咧，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唔好淨係睇住嗰個百分點要睇嗰個數字。Can I share screen? Yes, no, maybe.
或者你可唔可以幫我 share share screen 嗰個我想同大家講講啲數字嘅問題 ？Dr. Pelly 可以 share screen 嘅。好。係啊，你可以直接 share 嘅。好，咁啊，大家應該睇到我而家 share screen 嗰度咧，就睇到嗰個數嗰、那個地圖啦。頭先與我所講，就係、是、譬如話喺我哋唐人街度講咧，77%十分好啦。但係你喺睇呢個數字咧，基本上咧，我哋仲有大約3000人到啊，係未接種疫苗嘅。但係如果甚至我哋去到譬如 Excelsior， 我哋會睇到雖然話佢哋接種嗰個率咧係去到80%，但係如果你睇呢個數字嚟講咧，仲有8000人。是未接種疫苗，所以呢就我想呼籲大家，我們的工作是 未完成的、就如果我們、繼續呢傳媒如果我們大家、合力呢去繼續去、跟大家說話、要、努力一點去、叫大家去、接種疫苗是很重要的。好了，現在我剛才、吳專員說過還有很多好幾點我想跟大家說的。接下來這個、國慶日啦，係咪？同埋加埋咧，其實一路落去咧，去到Fleet Week， 即係10月3日至10月11日嗰陣時候咧，我哋呢個夏天咧係會同舊年嘅夏天當然會好唔同，因為希望咯，我哋嗰個數字會繼續好，而且個個人會出去可以去户外開心啲咁玩啦，係咪慶祝啦？係咪？咁啊就因為大家都係咁好嘅成績，咁所以就得到我哋有呢個咁樣嘅。咁歡樂可以 去做去慶祝呢兩個日子，但係記住我始終都係講就係話，其實我哋疫情咧，尤其是我哋所講嗰個 Delta variant 咧，係仲係喺嗰個變種，我哋 Delta 變種咧係仲喺我哋三藩市度咧係流傳緊嘅。咁啊，其實打疫苗咧就係最好嘅辦法、最好嘅途徑、最好嘅可以對抗嘅一個辦法，嚟到令到我哋呢個大流行，尤其是對呢、這個。Delta variant 咧係最有效嘅。我哋已經喺科學界同埋醫學界咧就知道咧，起碼 Moderna 同埋輝瑞咧呢兩支針咧，我哋都知道對 Delta variant 咧係一定係有效，可以阻止佢呢個傳播。同埋如果你打咗之後咧，就算你有感染的話咧，你個機會去嗰個病情會好嚴重或者要轉嘅嗰個機會咧係十分低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一定要除咗打針咧，唔係淨係話俾自己保護自己，其實根本咧係保護其他人，尤其是小朋友。有好多小朋友，當然我哋而家 Moderna 或者輝瑞咧，亦都係做緊佢哋完成緊佢哋嗰個實驗啦，嚟到知道究竟佢哋對小朋友有冇效。其實基本上我哋知道係有效，同埋係知道佢哋安全性係幾好。咁我哋之前已經講過，我 Moderna 嗰邊咧。大約9月到咧，就可能會申請希望有啲不但止輝瑞啦，連 Moderna 都可以打呢個俾小朋友12歲以上，甚至再去5歲以上嗰啲咧，佢哋而家係一一咁樣做緊呢個實驗嘅。咁啊，再提醒大家，我哋呢個疫苗咧係十分安全。之前我講過呢、這個科技咧，起碼10年以上，而家基本上再睇真啲咧，呢、這個科技其實已經研究咗20年以上噶啦。咁啊，就咁啱啱叫而家喺可以講話呢個疫情咧，令到呢個科技有用武之地，咁所以可以點解可以咁快製造一個安全有效嘅疫苗就係咁解啦。好，咁我哋市政嚟到講咧，基本上咧係好努力咁樣用不同嘅途徑咧嚟到希望可以將其他頭先我所講話咁多人，仲有咁多人未有打到疫苗嘅市民咧，去打呢個疫苗，有機會去打到呢個疫苗嘅。當然我哋診所。每一個我哋嘅診所都繼續，如果你係未打的話咧，係隨時可以約時間去打嘅。咁啊，就當然喺醫院啊，甚至係喺嗰啲藥房啊，都有一定係好容易應該亦係可以打到。就算我哋市政其實我哋都講過話，可以出去做外展，然後咧就不但止，有時啲市民佢哋可能嗰個行動不方便，我哋會盡量。直情將嗰個疫苗咧係送到府上嚟到幫佢哋打嘅，咁我哋一一會同我哋社區不同嘅
媒體啊，或者社區不同嘅機構咧，去做一個好合作咧，嚟到幫不同嘅市民繼續可以打到呢個疫苗。好啦，咁講翻我哋嗰個口罩個問題啦。口罩始終都係講如果有可能大家喺新聞上邊，其他新聞都聽講，就話尤其是呢個 Delta 嗰個變種咧，就譬如話喺羅省就話不如你都要戴翻口罩啦。基本上我哋而家就係話如果你接種咗兩劑疫苗，係亦都兩個禮拜之後有曬足夠嘅免疫系統嘅能力咧，我哋可以講話你可以選擇唔戴口罩。但係如果你係想戴口罩，令到保繼續安全啲嘅話咧，係一定可以做嘅。其實咧，我係鼓勵大家咧，如果係可以的話咧，繼續咁做。當然，如果你係未打完全未接種疫苗的話，喺室內或者喺有好多民眾嘅地方咧，大家一齊聚集的話咧，一定要戴翻個口罩。再講多次，戴個口罩唔係淨係保護自己，係保護其他人嘅。咁啊～就咁講翻，有時啲人想講啦，好啊，就算打接種咗疫苗，咁究竟始終都可能會有人會因為每一個疫苗唔係百分之百有效啦，咁啊始終有好微輕微嘅可能性咧，係會有所謂叫做 breakthrough cases， 即係話突破性咁樣，亦都會受到感染。咁而家嚟到講，究竟呢、這個個數字係幾多咧？喺如果係以 CDC 最新嘅報告喺6月21日嚟到講咧。我哋全國已經接種咗起碼幾多？而家就係150 million， 即係我要講就係我成日都唔知都100萬、1000萬，總之150 million 啦嘅億啊，接種億啊，幾多話？嗰個100 million 係億啊，億啊，即係基本上總之1.5億啦，即係1.5億啦。1.5億嘅接種疫苗嗰個數字啦，唔好意思，我有時冇辦法轉數轉得咁快。但係嗰所謂叫做 breakthrough case 突破性嗰個個案咧，只得4115宗。咁如果你總括嚟講咧，就係嗰個成數咧，就係得0.003%。再講多次，接種咗疫苗之後，你有機會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咧，只係得0.003%。咁所以就因為呢幾點的話咧，我哋點解極力醫學界、科學界佢哋咧嘅極力就鼓勵大家，如果未打過疫苗，盡快去打過疫苗。OK， 就基本上就係、是、如果你當然唔打，而且我哋好多時都知道，如果你未打疫苗的話，而家個 Delta variant 喺全世界，甚至我哋自己美國嗰度咧，我哋知道有。個案有新的個案的話咧，就係喺嗰啲區域少數未仍然接種嘅區域咧，就會有好多新新冠病毒嘅個案嘅。我知道喺Missouri 州的話咧，30%嘅新嘅個案咧，就係喺嗰啲仍然仲未接種疫苗嘅地區。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會去合作。盡量如果係未仲係猶豫的話，未打疫苗的話咧，就同醫生嘅傾下，可唔可以打疫苗？如果醫生話係可以打疫苗咧，盡快打個疫苗。好，就係講到呢度，我而家交翻俾吳春元，多謝。唔該曬，白醫生。咁今日白醫生講嘅信息量比較大啦，咁我亦都係做一個好快嘅一個希望總結啦，希望可以總結到白醫生講嘅嘢。咁首先，白醫生講到話好高興我哋即係我哋個個案感染個案嘅攀升係比較慢，亦都係見唔到有太多感染個案嘅攀升，即管話呢個 Delta 呢個新嘅病毒喺灣區喺美國有傳播咧，但係我哋依然可以保持到比較少嘅感染個案咧，咁亦都係證明咗一點，就係疫苗嘅有效性。再重申一次，科學同埋數據都係最好嘅證明，就係疫苗非常有效。咁所以如果你仲未接種嘅話，請你盡早考慮接種。咁第二個方面咧，白醫生亦都講到咧。我哋雖然亞裔嘅接種率好高，但係因為我哋亞裔喺三藩市嘅人口係好多嘅，亞裔係佔1/3啦，三藩市80幾萬人，亞裔有1/3啦，而我哋華人咧係有大概20%嘅，咁所以亦都希望喺呢啲區嘅未接種嘅人士有幾千人嘅，亦都盡快考慮去接種啦。咁關於口罩問題咧，暫時我哋咧三藩市係跟住加州嘅指引係冇變嘅，但係我哋依然係鼓勵。如果係你
就算已經接種了疫苗，你希望多層重保護的話，可以繼續佩戴口罩，尤其是如果你要進去到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例如我們接下來講的國慶煙花表演這些地方，我們強烈建議你繼續戴口罩的。記得白醫生剛才還提過，你戴口罩不單是保護你，也是保護你身邊暫時未可以接種疫苗的人，包括12歲以下，還有包括可能有身體長期病患的一些長者的。所以除了保護你自己之外，還是保護其他人的。當然接種疫苗以後，你會得到這個突破性感染的機會也是大大地減少的。所以暫時來講，再好慘氣都要再講一次，疫苗是結束這個大流行的最有效的方法。剛才提到了國慶表演，今年呢是有國慶煙花表演這個項目的，時間呢是會是7月4日的9點半。現在我們的同事梁麗蘭就分享了她的 screen， 大家可以看到呢，終於我們可以看回國慶煙花表演了。提一提市民要注意的幾樣東西呢，就是如果你是打算親自去前往看這個煙花的話，我們希望你是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這個對保護你和身邊人都很重要。又或者如果你是身體狀況不可以接種疫苗的話，也希望你得到去做一個病毒的檢測，是得到了一個陰性的結果，然後再去進行這個煙花的觀看的。咁仲有好多國慶時候需要注意嘅煙花事宜嘅喎，咁我哋當然係交俾我哋專家啦，我哋應急管理局嘅林偉浩去講一講，究竟國慶期間有啲咩要注意嘅事項。而且頭先白醫生都提過啦，我哋好高興啊，今年我哋嘅戰艦洲又會重新回歸到三藩市，林偉浩亦都可以俾我哋一啲最新嘅資訊嘅。有請林偉浩。好，試試麥先，聽到嘛？因為頭先換咗電腦，係啊，咁啊，大家好啦，啊，聽到係咪啊？好，係咁啊！今年咧，我哋7月4號咧就會恢復我哋市府舉辦嗰個國慶煙花嘅活動嘅。咁喺今年7月4號嘅9點半至10點鐘咧，就會播放呢個國慶煙花。咁喺我哋呢個灣區呢個海旁啦 ，Aquatic Park 對出，即係頭先見到嘅 Jefferson Square 嗰度咧，就會有呢個煙花表演。咁首先咧，我哋要強調咧，就係三藩市市府同埋喺三藩市市內咧，所有私自呢個燃放煙花咧，都係屬呢個違法嘅行為嘅，因為我哋三藩市市府條例咧係禁止私人咧私自放煙花嘅。咁有啲例外咧，就係啲大型活動咧，如果佢哋同市府預先申請咧，先至可以放煙花。第二咧就係你都大家知道咧，三藩市咧好多地方啲屋咧樓宇咧都係木嘅結構啦，咁所以呢個木嘅結構個距離係非常之近。咁如果任何人咧係私自燃點即係點呢個煙花嘅話咧，就好易引起呢個火警啦。所以我哋今年我哋三藩市應急管理局、警隊同埋消防隊咧，再次係呼籲大家咧，就係唔好私自放呢個煙花嘅。咁如果你係放如果你聽到有煙花俾人即係放啊，有爆炸聲音嘅話咧，咁如果唔係有火警進行緊咧，我哋係呼籲你切勿打呢個911嘅 ，OK？ 911咧係需要留俾有呢個罪案啦，或者真係有火燭啦，或者有個醫療緊急問題咧，先至係撥打呢個911。咁如果你係聽到有呢個煙花嘅爆炸聲音，即係我哋英文叫俗稱 noise complaint， 你想投訴呢個噪音嘅話咧，就可以打俾我哋警隊嗰個非緊急熱線。咁我哋嘅電話咧就係415-553-0123 嘅。咁再次強調咧，就係每年咧喺全國嚟講咧，呢個煙花導致嘅傷亡咧，人體嘅傷亡啊，財物嘅損傷咧，有12,000多宗嘅嚇。咁舊年咧，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市府其實各地全國地方咧都好多人咧其實係一律都停止咗呢個政府嘅播呢個放呢個煙花，咁所以咧就好多私自非法煙花即係燃點。咁今年咧，我哋希望咧再次係提醒啲市民咧切勿咧就係點同埋放呢個爆竹煙花。最近其實我哋夜晚咧都聽到好多呢啲爆炸嘅聲音。咁除咗即係火燭之外咧，其實有幾樣嘢咧對老人家
對細蚊仔，對所有人咧，其實呢個夜晚嘅噪音咧都係有滋擾嘅嚇。另外咧就係如果有啲人係PTSD， 即係有呢、這個呢、這個叫做PTSD 咧，咁佢哋亦都會可能造成咧喺心理嘅障礙或者精神上咧有個不便或者無需嘅呢個不便之處。咁另外咧就係、是對呢、這個寵物咧，特別啲狗狗貓貓啊。啲人養嘅唔同嘅動物咧，都會係受驚嘅。咁啲狗咧特別同埋啲動物咧，啲寵物咧，佢哋咧可以聽到個聲音嘅敏感度咧，比我哋人咧，即係普通人咧，其實係觸覺感咧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保持我哋鄰里社區安全咧，就唔好放呢個煙花。咁再次講多次，我哋嘅電話咧，如果你想係舉報呢、這個煙花噪音咧，係415-553-0123嘅。咁同埋咧，我哋三藩市應急管理局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嗰個短信平台啦，就係、是、Alert SF。咁你可以咧將你嗰、那個郵區號碼，譬如你住喺華埠94108呢幾個字咧，就發短信至呢個888777，係六個字母六個 number 嘅888777。咁我哋 Alert SF 咧。就可以咧，如果屆時有啲咩緊要嘅事情咧，可以同你哋咧發短信通知你哋嘅。同時間咧，就係呢個好多市民咧，除咗想去海旁之外咧，有啲人亦都係想去呢個金銀島咧，英文叫 Treasure Island 嘅。咁今年咧 ，Treasure Island 嘅 Development Authority， 即係我哋金銀島發展監管局咧，係其實高度咧就建議市民咧。切勿進入呢個島嘅，因為呢個金銀島咧，而家係進行緊一啲大型嘅維修同埋重建嘅工作，咁好多道路咧，同埋平時嘅停車場嘅位置咧，都係冇法子俾市民享用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今年咧唔呼籲啲市民咧去金銀島嗰度咧睇煙花嚇。咁如果你哋係見到真係有煙花導致嘅火災，如果真係有啲人有傷亡嘅話咧，咁就真係要打呢個911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如果打911嗰陣時咧，你係講中文嘅咧，首先就話俾佢聽，話俾我哋接線生聽咧，你個語言或者方言，即係譬如你話help， 跟住就話 Cantonese， 嗰個係廣東話 Cantonese。如果講國語咧就 Mandarin， 如果講台山話咧就台山。咁我哋因為中文有好多唔同嘅方言咧，咁我哋嘅接線生咧先可以分類到需要揾啲咩同事或者翻譯員咧同你解答同埋即係提供協助嘅。咁啊，希望咧呢個關於我哋煙花嘅播放咧就講咗啦。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市長布里德咧同我哋三藩市應急管理局同埋 Fleet Week Association 咧。就我哋南隊州咧，今年都會再次舉行嘅。咁大家都知道咧，一般嚟講咧，都喺我哋10月嘅上旬啦。咁我哋會同海軍啊、海軍陸戰隊啊，同埋軍方其他部門咧，就會喺我哋啲海旁同埋碼頭咧，有唔同嘅艦隊咧到訪三藩市灣區嘅。咁到時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可以再次俾我哋市民咧欣賞我哋。這個譬如海軍的不同的設施啦、船艦啦，還有呢就很多時候我們每年都會跟軍方的代表和戰士們呢就一起做很多不同的義工啊，譬如安老自由處我們都有派餐的活動啊，讓我們特別在華埠和亞裔社區的市民呢認識到我們軍方是怎樣在應急的方面呢都可以跟我們提供協助。因為最近可能大家都聽到咧，喺接種疫苗嘅工作，而家雖然話係減少咗咧，但係我哋疫情指揮中心咧，最近係同我哋國防警衛軍咧有合作，同埋佢哋軍方咧，亦都係派代表咧，而家係協助我哋咧做呢個疫苗接種嘅工作嘅。咁多謝，咁啊交翻呢段時間咧俾阿林專員。Thank you。唔該曬林偉浩咁詳盡嘅一啲解釋啦，咁令我哋知道國慶煙花要注意乜嘢，同埋亦都知道我呢、這個大家好期待嘅一個軍艦週又發造真翻嚟嘅。咁頭先我提到啦，雖然我哋翻到各自嘅部門啦，
但係我哋呢個亞裔嘅團隊咧，亦都係知道三藩市亞裔民眾對呢個疫情嘅資訊仲係非常之需要關注啦，所以我哋係會繼續啊，呢個團隊會繼續為大家努力嘅。咁頭先大家知道啦，我哋主講嘉賓啦，華發衞生局嘅白國榮醫生啦，會繼續喺呢個團隊為大家提供最新嘅資訊啦。咁頭先同在大家做簡報嘅林偉浩係應急管理局嘅，亦都會繼續我哋呢個亞裔團隊啦。咁當然亦都有開頭。啱啱提到的啱啱榮升了去三藩市地檢署的陳家林總監，他亦都係會繼續幫我哋幫我哋華埠測試站去繼續做出一啲貢獻嘅。咁陳家林啱啱加入咗我哋呢個會議，咁我哋又請佢可以講一講尋日華埠測試站嘅情況。首先好少會做現場報道啦，咁我而家喺身處華埠嘅 Jackson 街啦，咁其實同想同大家分享係昨日啦，華埠嘅檢測站6月30號嘅結果。咁琴日我哋做咗接受咗127名人士嘅測試，其中118名我哋係做咗調查嘅。咁同以往嘅其實差唔多，我諗係琴日嚟講係相對地多咗人做嚟華埠做測試，亦都其中一個最明顯嘅就係我哋叫做第一次嚟華埠嘅數字啦嚇。咁佢有我哋有其中有44名人士咧，大概差唔多又係37%，即係接近四成咧，都係第一次嚟嘅。咁呢個我哋會見到明顯喺呢段時間會有增長，原因係我哋其中嘅部分嘅測試站已經開始叫減低咗佢哋嘅使用頻率啦。咁華埠係其中一個站，仍然會已經確定咗會去到七月底，即係七月30號之前，我哋仍會繼續運作，每個星期三10點至2點鐘。另外咧就係講緊我見到非華裔嘅人士亦都相對地多咗，咁可能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開始準備去旅遊或者準備要需要工作啦。咁另外就係小朋友去需要翻學或者佢要參加唔同嘅活動。咁呢兩個都係令到個新個第一次嚟嘅數目字同埋非華裔嘅數目字同一時間係相對地升高咗少少嘅。咁今個禮拜邊咧，我哋有一名人士需要協助啦。咁我哋都會用一般程序就係轉介去到佢鄰近嘅接種站，咁去提供呢個服務。咁期望大家喺下一個禮拜嘅時間，天氣好嘅時間咧，會可以多啲嚟到華埠。除咗做呢個測試，甚至接種之外咧，亦都可以參加其他嘅活動嘅。咁喺呢度交翻俾阿專員，多謝大家。唔該曬 ，Francis 喺華埠嘅現場報導嚇。咁咁頭先我哋講到啦，我哋指揮中心咧係已經搬嚟咗 Moscone Center 啦，但係大家亦都好熟悉知道咧 ，Moscone Center 其實亦都係一個大型嘅疫苗接種站咯。咁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嗰個疫苗接種站係會一路運行至7月14號嘅，所以從而家到7月14號依然係可以去到嗰度接受大家熟悉嘅輝瑞同埋強生兩種疫苗嘅。咁亦都白醫生講到啦，其實大家身邊亦都好多唔同嘅疫苗接種站啦。而家接種疫苗係應該唔係一件太難嘅事。如果你而家考慮接種嘅話咧，請聯繫你嘅醫生啦，或者喺附近嘅藥房去查詢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想開放俾問答環節啦，睇下各位媒體嘅朋友有冇咩問題想問白醫生啦，或者係陳主任啦，同埋阿 Victor 嘅。咁有請請問郭南有冇咩問題？我未諗到。OK， 唔該曬你，郭南。如果你稍後有問題，都可以 email 俾我哋，我哋會過後跟進俾你嘅。咁 Ida 有冇咩問題 暫時冇咩問題，係。係，唔該曬你。請問李爽，你有問題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白医生，目前有没有三藩市关于 Delta variant 传播情况的数据？谢谢。系白医生，请问你有冇关于 Delta 呢个新嘅变种病毒喺三藩市传播嘅数据可以分享？数据嚟到讲，我哋要同你跟跟，我可能要问问我哋即系正确真真正正个数字咧，我哋当然系注意紧。而家嚟到讲，我未有嗰个资料，一有的话我马上会呈报俾大家，或者 email 之后可以俾大家嘅。但系我始终可以同大家讲，就系不但止湾区喺三藩市度，我哋系知道一定 Delta variant 咧，我 Delta 嗰个变种咧系喺我哋
三藩市裏頭傳流緊㗎啦。咁所以點解？因為而且呢個 Delta variant 大家都知道個傳播性係比之前其他嘅種類咧係快好多，同埋即係基本上感染嗰個性能係快好多啦。所以更加點解要接種疫苗就咁解，因為我哋而家所知基本上所有嘅研究都知道我哋嘅大家俾到大家嘅疫苗咧，對呢個 Delta 變種咧係一定有效，可以保護到嘅。咁啊，就係咁樣先。有咩我要想再跟大家同大家跟？好 ，OK。咁李爽，如果我哋過後咧係有正確嘅一啲數據嘅話，我哋會通過電子郵件嘅方式咧去再更新俾你知道嘅。咁白醫生，我想再確定一下，我哋之前講到話疫苗嘅有效性啦。咁即係雖然我哋暫時唔知道具體數據係幾多啦，但係亦都好清楚知道暫時現有嘅疫苗暫時係唔需要打一個 booster shot 係咪一個加強針？聽講而家係暫時亦都唔需要，亦都有好好嘅保護作用。係呢個問題問得十分好，我正想同大家講講。其實正話基本上好似琴日到啦，就喺報道上咧係知道，如果因為 Moderna 同埋輝瑞呢兩個針，如果打咗之後咧，係有嗰個證據係見到科學證據咧，就係話不但止未必一定要打嗰個 booster shot， 而且佢嗰個保持到個免疫嘅能力咧，可能係去到一年以上，甚至可能一幾年，話希望會得到成世啦，即係打咗之後，你以後唔使打 booster 咁好。點解會咁講咧？就好快學，再盡量希望簡單啲解釋俾大家聽。我之前嗰幾個禮拜都講過話，個免疫系統唔係話淨係抗體咁簡單，我哋免疫系統有好多其他嘅細胞係幫手嘅。而且啲細胞，如果我哋個比喻就係嗰啲兵咧，喺我哋係從我做個保衞嘅兵的話咧，啲兵裏頭咧，亦都有佢身體不同嘅液站。個液站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淋巴線啦，我哋大家常熟悉就譬如喉嚨痛，我哋喉嚨有個淋巴線啦，或者隔離底有個淋巴線啦。咁我哋嗰個科學界咧就係基本上咧就係做嗰個研究咧，就係睇嗰啲淋巴線裏頭究竟佢哋有冇嗰個叫 beta cells， 即係啲細胞咧，係咪打咗針幾毫六個月以上，都四至六個月以上，仲係咪有佢嗰個能力咧去製造抗體，製造佢哋嗰個免疫力個能力？咁啊，好好消息就係見到咧，打咗好幾個月之後，嗰個 beta cell 同埋其他啲細胞咧，都一樣係繼續係好活躍咁樣咧，製造抗體，製造其他個保護能力。所以因為咁咧，科學界同埋醫學界咧認為咧，打咗呢兩個針之後，Moderna同埋輝瑞，起碼呢兩針接咗之後咧，就可能係唔止係一年咁大，或者幾個月嗰個免疫能力係甚至係幾年以上嗰個保護性嘅。好，希望答到呢個問題。是，麻烦白医生，李爽希望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请问还有跟进的问题要问吗？好，没有了，非常感谢。谢谢。那我们跟着想问一问乔宝清姐有没有什么问题？暂时没有，多谢了。OK， 好，唔該曬。咁如果我哋暫時見唔到媒體有問題嘅話咧，咁我就想總結翻今日嘅原場會議啦。咁當然啦，我哋再想講一次，我哋呢、這個亞裔嘅團隊咧係會繼續進行呢個疫情指揮工作嘅。咁無論我哋喺邊個工作崗位咧，亦都會繼續為三藩市亞裔嘅民眾咧提供服務同埋提供資訊嘅。咁當然啦，亦都多謝白醫生每個禮拜喺咁忙嘅時間咧，都抽空出嚟做我哋嘅主講嘉賓，因為我哋其實好需要你啲專業知識去提供俾我哋市民，令到大家知道究竟點樣可以更好咁防止呢個疫情，亦都可以幫助結束呢個疫情大流行嘅。咁喺最後嘅時間咧，再次多謝各位媒體嘅朋友每個禮拜嘅參與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會再同大家見面嘅。各位，下個禮拜見 ，thank you。